今次有请星光家族的邝瑞克，他唱的歌是《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怎么舍得我难过？因为佢音好短咧，如果你一舍得我，即系一定好似你缩咗鼻开，你唔系好 sure， 即系求其拉过。佢嘅声音其实好特别嘅，咁如果唱一啲咁嘅类型嘅歌咧，几能够触动到人。邝瑞克可唔可以击败对手，为星光家族打响头炮呢？星光大道二，有星光，有梦想。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好想再见你一面，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却没有感动过。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好啦，一位咧唱得好轻松，另外一位咧就唔知道会唔会压力好沉重啊？因为咧第一个要出嚟应战，嗱对住广州嘅呢位挑战者，你听完佢唱歌之后，有冇啲即系喺唱歌嘅方面嘅技巧啊，或者自己会觉得啊，我要点去应战佢咧？都是用翻自己風格迎戰啦。呢啲咪邝瑞克咯。喂，咁啊 ，Leslie， 你聽完阿邝瑞克之後，會唔會覺得嗰個心情係提升咗啊，抑或係降低咗咧？其實冇嘢噶，我係懷住一個好平常嘅心態去上台同大家唱歌，因為我覺得一樣嘢，希望我喺個台嗰度咧，無論係輸又好，贏又好，都可以帶俾大家更多嘅歡樂就 OK 噶啦。嗯。好啦，我哋睇下我哋評判係點睇兩位嘅表現嘅。喺網上高我睇到就係話，狠係等於吳國敬。係啊，哇嗰啲，哇嗰啲評審咧，嗰啲嗰個意見咧，好狠下嘅，甚至冇大義滅親添㗎嚇。係。係啊，咁啊今日對於兩位參賽者係好狠咁去鞭撻落去啊，抑或係？原來是很和善的。剛才我聽這位邱光女的參賽者就是她拍攝感挺好的，但是一件事就是她沒什麼感情唱歌，就是 很平。可會恨我那一次做錯，沒法飛奔於當年從頭識過，想抱著你去解釋經過，為你奮鬥中無窮痛楚。好耐冇見嘅達哥，哇！講兩句啊，好耐冇見啦，哇！有歡呼聲添喎，好多 fans 嚟支持你啊！唉，
多謝多謝，我兩日冇嚟啊，關唔關住你啊？關唔關住我啊？關唔關住你啊？啊，覺得咧就話即係阿女咧，你有我諗啊15% 咧都係有呢個校長嘅影子嘅。嚇，雖然你嘅聲啊各方面都係好似佢哋，但係咧就我覺得因為呢個唔係模仿比賽啊嘛，所以咧應該盡量嚇將嗰個 percentage 盡減到最細啦，係咯。咁啊，阿黑咧唱只歌咧，我最欣賞佢嘅地方就係佢將佢本來黃敏源佢原本佢最高嘅錄音係真聲嚟嘅，你將佢玩假聲。嗰下嘢係，但係玩得幾靚，即係上去假聲嗰下。最愛你的人是我，你怎麼捨得我難過？對你付出了這麼多，你卻沒有感動過。最愛你的人是我，你怎麼捨得我難過？但係佢有一樣嘢咧，我諗係星光家族俾到佢嘅就係每個禮拜喺度參賽嘅時候咧，我哋成日都講唱歌好緊要，要講自己個感情。佢呢樣嘢今日係做得到嘅。我反而有一個唔係咁同嘅觀點咧。其實我開始擔心鄺瑞克嘅，佢以前俾我嗰份信心咧，佢呢幾集係冇曬嘅。譬如處理呢一首歌咧，你怎麼捨得我難過咧？如果喺我印象當中咧，呢首歌你嘅表現裏邊咧係。比我嚟講我係會比麻麻地高分嘅，因為呢一首歌本身第一呢一首歌其實啱你唱嘅，你可以唱到嗰種嘅味道出嚟嘅。但係你今次咧，成首歌咧喺大細聲啊、高低啊，成首歌個層次安排咧，因為你一入去嗰下咧，已經用咗咁高嘅能量去唱嘅時候咧，其實係會影響咗你後半部分啦 ，chorus 嘅演繹嘅。咁所以我好希望鄺瑞克喺嚟緊嘅比賽裏邊，我唔知點解你突然之間你嗰份信心咧，好似係冇咗咁。因為一路以嚟我唔係好擔心你呢樣嘢嘅，但係近呢幾次咧喺台上面嘅時候見到你好愁愁嘅樣啊，好唔固定嘅啲眼神咧，我希望你可以重拾翻嗰種比賽時候應有嘅嗰份精神。在我最需要你的時候，沒有說一句話就走。最愛你的人是我，你怎麼捨得我？好，在这个时候不如我们看看分数先。好，哇，鄺瑞克62.2分，邱光磊55分的，哇，默克安心啦，汗有晒信心啦，黑仔不用再那么黑啦。哇，你们星光家族先来第一个他帮你们赢到的，是不是应该支持一下他啊？你们挑战者第一位虽然分数比较上低，是不是应该要给一些士气出来啊？好，我们先多谢鄺瑞克先，但是我们要请邱光磊留